我身后这间 KTV 也倒闭了哈，几十个包间。今天我们过来把音响拆除，先看一个房间用什么设备。他这里都是用清一色的雷克品牌，大厂家。功放也在这里，走吧，看一下功放吧。我打个灯，来，功放也是雷克的，十寸的功放是2500瓦，十二寸的是2800瓦，效果器也是雷克的，话筒很漂亮啊，还有电视机，握派的电视机有46寸，有58寸，沙发这些通通可以搬走。小王开一下效果听听。这个低音很重，效果特别棒哈，效果杠杠的。好了，听一下就行了啊。还有10寸，有12寸，你看这些小一点是10寸，这个大一点的是12寸，后导音箱。来，过来溜一溜啊，这个 KTV 好大，有2层楼，我们现在在4楼。几十个包间呢，来来来，好，我们的员工已经开始拆除了，拆了一部分了，现在他们去吃饭了吧。你看工放都拆下来了，全部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这里拆的。你看这个牌子雷克的都一样啊，随便找一个都一样。点歌屏也拆除了，还有 KTV 的灯也拆掉吧。这边后我们检查差不多检查完了，几乎喇叭都是原装的，都没有怎么修。电视机也是好用，他买的质量还挺好的，买的那些商品质量很少坏。好了，我们这几天拆了 KTV 音响很多是吧，好，今天又来深圳拆，今天这里可能要忙一天到两天了，一天不知道能不能拆完了。你看他这里大厅还搞了几只派对屋的，这个用来做放背景音乐嘛。好了，你看我们的同事都过来拆了，好漂亮哦，这个音响哦，你看随便搞一个房间都是这个品牌是吧，很好的哦，唱歌轻松嘛。啊，老铁需要这种好音响搞一套啊，这个、效果好，然后经常拆好音响。